是论中共没有能力武力犯台，我自己讲啊，中共吼，讲真正，中共真的没有能力武力犯台，哦啊，大家吼，来，中共要武力犯台了，地理就是中共要武力犯台了，来，如果万一中美开战，那个我上礼拜有讲，中共的国防大学有一个少将，他讲。他是习近平的第一号的军事参谋。他说，日本跟中共打起来，4个小时之内全歼中共的东海舰队，装破消灭掉，4个小时之内啊。啊，有人讲美国跟中共打起来，美国的国务卿来怎么样？他讲，1个小时之内，用核弹头只要炸他的三峡的话，1个小时之内全部搞定。啊，这个东西。提醒哈，提醒，别那讲过了。提醒哈，来，先讲个笑话好了，先讲个笑话好了。这是中国网络上面人家传的一个段子。奥巴马警告中国，哎，这是中共里面内部自己讲出来的哦。中共，我跟你讲，以军事的角度来讲，最坚强的堡垒，你必须要从哈内部打出来了，从内部打出来，你不要听。他是最坚强的堡垒，必须从内部打出来。我跟你讲，他们网络里面就讲，哎呀，美国总统 President Obama， 你变太艰苦了，哦，你若真讲哦，台湾中国要相拍，啊，你只要哦，宣布下面6点，啊，你们就不用打，你们就赢了。来，第一点，这是最坚强堡垒的中国里面的人讲出来的。他说，第一，你奥巴马。请你公布中国官员海外存款，给冻结起来。第二，公布有美国护照的中国官员的名单，你给公布出来。第三，公布在美国定居的所有高官的家属名单，你给公布出来。三点，我跟你讲，这就软实力哦。President Obama， 别怕，来，下底下令清查洛杉矶。二乃村里面所有的人的，哎，第五点，把在美国官员家属通通送往古巴的关达纳摩基地啊，给送去啊，回去啊，吃清饭啦，哦，哎，这个代志，不是第一遍哦，1941年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了，美国哦，给收回所有日裔的美国人哦。全部关进哦，关达纳摩基地的，哎，不是关达纳摩基地，全部把他送进集中营，集中看守了。哎，这个代志，美国不是在变做，哦，来第六点，空投单兵武器给中国的失业工人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这两个条件啦，干哪讲哦，最后这个条件，空投单兵武器给中国的失业工人，啊，不一定够了，换了。啊，不晓得李教授，你刚刚看完了啦？有赖不？这有赖不？你看，哎，这是中国里面的网络他们自己哈、哦、讲的啦。第一条公布，所以说 ，President Obama 报告奥巴马总统，不要打了，你只要做这6个动作，中国谁帮的？中国谁帮的？这是中国人跟你讲的，听好哦。第一。公布中国官员海外存款，哎，中国的官员贪污腐败，那个贪污的金额都是以亿来一来一去的呢。这国民党个共产党恶呢，哎，国民党咧贪污那是一来一去，但是共产党哦，那是100亿几千亿咧贪污呢。公布中国官员海外存款并冻结，公布美国护照有美国护照的官员名单，公布美国定居的高官的家属的名单，来下令清查。L.A. 的二奶村，把在美国官员家属全部送完了关达纳摩基地。哎，鬼爷，这个我聊哈，哎，这五条啊，哦，我不晓得这种东西是不是在银行法里面有违法？哦，啊，因为作战没有办法，作战没有办法。如果中美开战的话，你只要先干这五条，根本这叫软实力啊。啊，第六条就空投
空投单兵武器，这个空投单兵武器给中国失业工人哦，这个我曾经讲过，好、哦、来，好了，我们开始进入，刚刚前面是讲的是开玩笑了，后面就开始真的来了，好了，陆军，我们今天我们